药师如来的第三大愿，这个第三大愿呢是资生无尽愿，这是药师佛他特殊的一个特色。这个愿呢，就是药师佛在人世间，他有伟大的入世精神。每一尊佛他成佛之后，都有他度化众生的一个方向愿力。他这个药师佛，他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有情众生所受用物，他需要的物品，他都愿意用所有的智慧方便善巧让他能够获得，身心安住之后再来教导他出世间的法，直到成佛。这个是药师佛的特色之一。这段这个愿短短的，第三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，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，莫令众生有所乏少。这个是己三资生无尽愿。讲到药师佛，他说希望我自己在来世得证菩提的时候，诸佛一定是功德圆满的了。所以他说我得菩提时一定有智慧，以无量无边的智慧方便，就是使用我的智慧让众生知道如何有这样的一个管道，然后帮助他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无尽，也就是他所需要的，不会枯竭，不是小段时间的，他在这个需求的时候都能够可以有这个智慧方面去获得，正面很积极的去迎生，然后莫令众生有所乏少，让这个众生呢，他没有欠缺，乏就是欠缺没有的意思，少是不足，所以少还是有啦。但是药师佛的这个愿呢，它不是违逆因果的范围，不会佛菩萨因为你赤诚的祈求把别人家的黄金拿到你家去，他不会犯偷盗，那我们没有这个因果也求不到。这说个故事给大家笑一笑。话说有一个男众啊，这个男众啊，他常常就拜神啊，神啊，啊那初一十五啊，是什么神生日的时候啊，都很澎湃，六袋的钱都来去买上等的水果来去拜。啊，来去甲拜吼，感觉这有拜有保庇，诶，今仔有拜哦，下晡生理较好，一礼拜未歹。他有一阵子，这个整个大环境的经济条件啊，这整个有一些变化，他自己生意也不是很好，啊，口袋没剩多少钱，剩500块，这神的生日够高啊，摕500块来去买水果。赤诚的给拜啊，某神哈，啊我哈，姓氏吧哈，是安尼哈，啊我哈，我存这500块，我就买这水果来孝敬你，又不是讲供养啊，哈对，啊叫我孝敬你，希望你都爱保庇我，趁钱哦，安怎？但是这回那无效了，这回无啥效啊，生意也无较好。哦，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心内就讲好奇怪，因摆咧摆了拢有效，啊，这回那拢一点啊都无搞我保庇，心中对这个神呢，略有微言呢。迄阿妈困的时阵哦，啊，都眠梦，这个人来，啊，该讲某吼，歹势啦。你500块的水果我是有收到啦，啊，我真歹势，我无法度增加你的财富。伊家讲歹势，意思就是你无福报。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我们人哦，在看这个，
诸佛菩萨给予我们好多好多的方便，我们怎么解读它？以前有一个女众，她说她开始学佛的时候，现在想到都感觉很见笑，她就买一个苹果一个梨子去拜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来了你吃下去后你就不比我们查某囝考掉考掉、哦、什么侍女啦、哦、啊，这个苹果你若吃下去后，你就不比我妈妈身体较健康，像敢吃更何况这个菩萨竟然给你拿来吃众生的这个祈求的心啊，都是贪婪、啊、我们没有这个福报还真的得不到。那这个第三大愿呢、啊，药师佛说，我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方便，这个方便是给众生的，智慧是我的，我能不能把我的智慧直接给众生？如果可以，你们孩子都不可能到这句说不知道回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以无量无边的智慧要来教导众生，是不是给他讯息？这个讯息是透过学识，透过语言文字，各种能力，各种方法，世间的纵使佛具足了出世间的智慧，世出世间，世间的智慧也是圆满的，但是他透过世间的智慧的运作带引众生，你可以有这样的、哦、这样的一个启发，有这样的启发让你能够安心在运作你的事业。这里面一定涵盖不是教导你贪，而是教导 你如何使用智慧来关照市场，来关照产品的特殊性，不可取代性，如何来创造你自己的财富，这里面一定是如法如律的。之后呢，因为你学佛了，你的心转入清净，听闻正法，然后慢慢慢慢，哎，会开发真实的出世间的般若蜜，也就是毕竟清净的智慧，是出世间的智慧。所以药师佛的愿就是在世间希望众生能够安和乐利，这是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的。那没有方便是不可能圆成所有的功德啦，就诸佛菩萨度众生都是有他的方便善巧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皆得无尽受所受用物，包括什么？你智慧方便，包括你愿意给这一个第三大愿里面，他说：当我来世得菩提时，当然是功德圆满，福德兼具，都圆满具足，无量无边智慧方便让众生去获得。但这个药师佛未成就之前，是不是在因地菩萨道有没有行布施？布施是六波罗蜜的第一支。今天你从来没有给人家，你说我后拜先富的时候我要方便神卡都给他们得物资，你如果没有给过，你没有给过，你的心不会开阔，你的心不会开，你对物质上面的执迷很黏的。我们刚刚才讲色染着，对不对？于色染着缠绵叫众生。所以众生在看这个的时候，就要看物跟自己的关系。这里面有布施，在因地的时候，他有物质的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施，一定是这样。然后成佛的时候，更是让所有的众生能够启发智慧，学习药师佛在因地的时候，他所行菩萨道的种种一切，得到熏习，得到启发。然后去做正向积极的营运，不是贪求，也不是消极的。我们一般修行人来讲，啊，阿金妈卖贪卖贪啊，所以卖去吃头咯，我饭汤啊吃得好，这个其实还是在消费福报啦。
那有的人呢，就是他会积极去做事，因为这是在家人啊，大众的在家人。出家人的话，我们不做这个，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戒律，我们在做的是法身慧命的事。出家人有法师、无畏师啊，在家人有财师。那话说啊，举一个故事给同学听，有一个男众，他二十几岁就开始啊，喜欢当老板，就想要当老板。哦，就跟同学一起组织公司啊，做行李，怎么都不会赚钱，自己的薪水哈、啊，有时候还不能够拿回去自己受用，意思讲自己没薪水了。他就一直很艰辛的营运，然后呢，到四十多岁，有一个因缘呢，开始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的初开始的时候。他是觉得，哎，这个经典里所讲的这个办法啊，这些都叫哪个呢？舍舍舍舍舍，阿摩罗卖炭机。可是我都明明有老婆孩子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啊，自己还要过日子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种佛法的理论，没通，没通，没通，悭贪啊，内心没有办法去感受。那后来啊。有一次哦，开车门，有客户来，开车门要开车，开车，想到啊，我的公事包放在另一辆车，还有两辆车，要知道在外国人说要开大车，另外还有一辆小车，他想说啊，我公事包放在那里，于是他就门就。关起来，往小车那边走。他一关起来，那辆大车爆炸。他当时没有办法想象，他没有办法想象，伊他都啊那是开门啊都坐落去，啊都叫做肉酱。可是他就是关门转身爆炸，生命就在刹那间无常，他愣在那里，他想说佛法讲无常，世尊讲的有影，终于第一个相应了。后来又经过很多的灾难，都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没有陷入那个瓶颈中。出差啦，有一天的高速公路出差，因为已经佛法接受了，真的很恐怖，业障福报不足，赚无钱，无常，险险啊，一秒钟就去啊！生命还有什么好追求的？开车高速公路，拄到一车 A。碰到一个车祸，哦，都懂了呀。那他心里就想着，车祸就赶快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来听车祸，心里想说啊，众生啊，你看一下就无名，一下就无常，然后就结束了啊，祝福你啊，这个车祸快速解决啦，不要产生纠葛啦，那这个亡者呢，如果有往生的话，往生净土吧，所以就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未记得说一个人用糕点的工厂锅炉，你查验那个锅炉有东西坏掉，就一直念一直念嘛，啊，这个念念念念念，他一点钟，没付嘛没付啊，没飞啊，汽车不能飞，结果嘿去到那边哦，去到那边十点了，十点啊，规个这个工厂啊，都会啊。都会，啊，伊都无，因为工厂很大，啊，就没有办法去那锅炉了，去打，那个厂着火了，啊，去个呀，到尾想去办公室，伊就去办公室，去办公室说你们锅炉怎么了？啊，伊讲，哎呀，李先生啊，李先生，啊，我叫是你休息的来底，因为要九点，伊九点半倒起来就崩去。他又震惊了一次，
底那个车祸是杀人的还是救人的，这个因缘法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解释。对别人是果报，车祸是不是果报？对他却是救命的福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伊那较早五分钟未去拄到车的，都是死在遐。哎，因为他的善心，因为他皈依了，因为他要受五戒，他生命就在那个五分钟的时差，让他生命不一样，没有横祸，横死。后来他就说：“诸佛菩萨，弟子某某某，我希望我不要赚到业报钱，我一定不要赚到业障钱、业报钱，我宁可不赚。”你怎么读啊？贪贪贪是不是后摆叫做业障钱？你只顾赚得到，后摆你又嫌个忝。有的人富有是因为抠别人才有的呢，是计算小人才有的呢。那有的是真正的以能力，你心胸宽大。后来三年内，他赚了1000多万。因为他发愿，他真的发愿，说我不要以盈利为目的，我就是要服务，我就要让社会的这自己的专业知识愿意提供给别人，然后客户需要什么，他就是以最平和的、最善良的、最有意愿的心去做服务，生意根本接不完，只要。三宝，只要大众有需要，我绝对全力以赴。就这样，他护持好多好多单位。如果有弘法的，有灾难的，他一定到。所以这个就是发心不同了，他福报会转嘛。举这个例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今天。药师如来他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方便，不是让这个众生啊、哦，你今天拿什么，我跟你一个那个叫仙女棒、哎、点石成金，不是，而是你自己去转，你转过你内心的思维，你转过你内心的那种对大众的供养，你转过清净的愿力，那这个时候啊、哦，你所有本来勾结的众生，或是越因为因缘刹那之间没有办法圆满的福报，他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新的结构，有新的结构，然后新的那种重整的，让你得到这个钱财。那这个物资的得到并不是他个人享受的，因为只是透过他去做在世间的一些慈善，还有一些护法、护持的这种工作，所以这个有情众生后来他就不一样了，生意就很顺遂。那心念呢？他知道，他说：“每次我在谈生意的时候，谈，当我有个念头，想讲，啊，用什么办法哦，这个订单才可以谈成。当有一个那种叫做诡异的。”诡异的名利心的时候，我都会顿呆，然后自己就想说我不要转那个念，就跟对方讲说啊，这个你可以选择，我们这个就多重的提供不一样的讯息给客户，那最后的答案还是落在他自己的这个公司，但是他在做生意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心念呢、啊，这个心念，你要利益大众，无为的心念跟有为的心念，真的会磨死人啊！在做生意的时候，可是多年后，他这个福心菩提啊，这是不是就在福心菩提？他这个福心菩提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清，越来越干净，这就是修行。
那我们来看这个院里面哈，这个院啊都是药师佛，他在因地的时候一定有做布施，他希望众生能够发挥智慧，由他的带引发挥智慧，经营创造改变，获得无尽的财物，自己能够安然使用。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，最主要是怎么样，会要带引众生真实的修行而达到也是成佛。那在这个布施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方便，方便跟布施，在这个方便先讲佛菩萨的方便跟我们凡夫的方便差异很大。我们在方便呢，如果你有智慧没有方便，你是没有办法度化众生的，度众不会圆满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啊，无方便会福，有方便会解。有的人呢，是你有智慧啊，读经啊什么的，开启了一点小小的智慧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方便善巧，你没有办法靠近众生，你没有办法接近众生，让众生纳受，所以这个智慧其实还是辅助的，还是有束缚的，它没有办法开通。这个时候就要有方便，这个慧才是叫解，就是你要具足智慧跟具足方便，你才真的能度化众生。另外就是无慧方便福，有慧方便解。有的人很有慈悲心，每天都说啊，咱来省卡方便，咱来帮助众生。他这个方便呢，你虽然很有心，可是你智慧，你没有真实相应的智慧，所以度化众生有时候会弄巧成拙，是有心不一定能圆满之，所以。善巧方便一定要涵盖智慧，才能够圆满度化众生。所以如果有方便而没有智慧，也是完成不了什么事。那有慧方便才能解。这譬如啊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呢，他有时候身心的疾病，你会觉得很心疼啊，不管有关系没关系，你很想帮他，可是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契入他心中啊，所以你虽然有方便来安慰伊，然后带伊安怎，然后反正给他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办法，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开启他的智慧。这个就是有方便而已啊，无慧还是没有办法圆满。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药师佛的方便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一院最主要讲布施，在讲智慧的启发，但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有布施。那这个布施有分四种布施，第一个叫施者清净，受者不净；第二个施者不净，受者清净；第三施受俱净；第四施受俱不净。这个一看就懂了嘛。施者清净，真的人家很有心的，比如当时不是有921地震吗？好几年前了。91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国内不是所有的慈善团体大家都赶快整队啊，那整队啊要做什么食物啊什么东西空投啊送去。于是那当然就有一个大单位啊，每天做便当啊。做这个便当往灾区送。就是送去啊，大概收到便当很快。那也无吧，这个就施者清净，受者不净，这样懂了吧？你接受起来，你没有去看到真实的，你当时其实只要活命哎。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，有的挑孩子们，那也无吧，他刚刚专才，众生不知感恩。那在这个施者不净，受者清净啊，讲一个故事，你会很感动。所以有一天啊，这个舍利佛啊，
他已经是得悟阿罗汉的了，这个圣僧了。在这社会国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范志，就是还是有修行的范志，他财富无数，聪世明慧，也是很聪明的。修行不是世尊的座下的修行办法不一样，外道。那他有些知见不正确，有邪见。那这个他说哎，什么帮助人家这种东西没有用的啦，这对自己没什么好处，他就是有这种邪见。那舍利佛呢，因为累生累劫啊，这个人也是有修的啦，只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经验，有的人啊一毛不拔，是因为他曾经有怎么样贫穷的经验，那要保护自己。那有的人是慷慨解囊，没有想过自己。那不管如何，有太多不一样的生命故事。啊，这个舍利佛这以道言之道，这个范志智慧这么高，然后就是牵令了这个心应该要转。他想说这个长者他过去生过去是一定有积福，所以此生此世他才会有豪富，他才会有财富无数。那他只是一个念头邪知见没有转过去，如果他大开这个心的时候一定可以帮助很多人嘛，所以度他是不是很必要？他想，这个舍利佛想说，如果他不好好得到启发的话，以后堕三途苦，因为他牵令贪了，他就要去度他。他度他，舍利佛就拿了钵啊，就是早上要靠到中午的时候，他去托钵。他到托钵就。舍利佛就用神足通去到这个舍卫城中这个范志的家门口，他的在那边站着乞食。啊，这个范志刚好坐在屋子里面在吃饭吃午斋，他就看到今晚就是我的啦，他就看到这个舍利佛站在门口拿一个钵就是要跟他要，他就很生气了。他就很生气说，这是我的啊，你这个沙门我都吃不饱，我都还没吃饱你就在那等，意思是我没法吃饱，我都吃下去了，好像不对。他就很生气，吃一吃之后他就把门打开，因为这个可能这个门缝啊有洞，还是说有这个围墙，他就看到舍利佛在那里，他很生气，吃不饱就开去给他怼，给他舍利佛打。他说你干嘛，我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给我吐了，打打不甘愿啊，回来再继续吃。没吃完，你看这个人多牵令，看人要给我分我都还没吃饱你就要来分，好生气哦，就打他。舍利佛又不走，他也没有请舍利佛进去，舍利佛就站在外面还是不走。哇，这愈吃愈气，一定要给弄个吃落去。他就把自己的这饭菜都吃完，吃完之后就洗手漱口，他嘴就干一嘴水，讲嘴哦，看舍利佛足生气的，门个拍开，呸！直接嘴烂，干个嘴吐嘞，呸嘞！舍利佛玻璃面，持世去，相思事，抬抬起，抬抬起，你要分就这。这个意思。舍利佛言：“食汝长夜受福无量。”不光要吐就行，让你长夜受福无量。然后舍利佛就拿了一嘴暖水，落嘴的嘴暖水，就走了，就回僧团去。他这个长者有点来地，然后家里的这嘉宾都说哎呀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啊，你要后摆给人知你敢会听见？这舍利佛毕竟是僧团世尊僧团里面坐下高足啊，那你
这么财富无数的这个这么有钱的人，好让人家说人家来跟你托个波，你敢配一口嘴吗？你这个给人家听了，你怎么在社会徛起？意思是这样。啊，这个范志一听，哎呦，我呀，不对呀、啊！紧紧看伊在创啥？意思哦，惊人去给宣扬出去，赶快去追，看舍利弗在哪里？啊，光提件物件去施给他。啊，这个舍利弗。一见到他给你有神主通，这个舍利弗就拿了这口口水，然后就到了金色，到了金色之后，很仔细的把这个一铺也在吹暖嘴，就是拿一点泥土来给他和一和，和一和呢，就在这个金色佛常常在走的，佛常常在金行走的一块地哈，都那几阿。有个缺陷，他就赶快把这个口水和这个泥啊，给它铺平，然后铺平啊，他跟佛讲，因为佛在那边经行，白佛言：“彼坚贪见失一口水，今用泥佛经行处，愿佛经行其上，使彼长夜受福无量。”他跟师尊讲啊，那个人哦，他是有千贪啊，但是他不时给我一口水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用泥给他和一和，放在佛你常走的经行的路上，祈愿佛啊，你在经行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有功德力，因为佛是成佛的嘛，然后度化众生啊，让那个布施口水的那个人。长夜受福无量，那佛就在那里精行啊，当然有得精行三昧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一些家丁不是在那里就来，哦，他这样哦追过来，啊、看到舍利弗在滚头啊，然后又看到舍利弗跟佛说的这一段话，他听了之后啊，实在很感动。于是就回去跟那个长者讲，就回答跟那长者讲：佛所弃轮王位，佛是舍弃他可以当转轮圣王的王位，而行作沙门，他愿意去做一个出家的比丘，出家的沙门，持钵求食，持这个钵来乞食。非有贪也，他不是为了食物，不是为了贪，也不是为了懒，也不是为了穷，是欲度众生故而，是为了要度化众生。他就把过程说一次给这个范志听，这个长者他实在很惭愧，非常的惭愧，所以举家大小都带着去向佛忏悔谢过。他说：“愚痴无状，愿恕众殃。”我是真的非常的愚痴，我不信佛你的理论教导，或邪知邪见，因为舍利弗是他的弟子，所以后来就甘愿皈依。这地方啊，我们怎么来看钱财？怎么来看真正出家的人？他怎么看物质？任何的正知正见，真正想学佛的，不管什么，都是想让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。他不是你吐我口水，哈，你都得那个，他是圣僧，他没有起嗔，他不会。纵使你是带着嗔。不是给我这口口水，我要让你得利益，让你转。这个就是真的菩提心，真的慈悲，真的度化众生。同学听这个有没有觉得，哦，
应该要学习学习哈。这个叫施者不尽，受者清净。第二种，那第三种是施受俱尽。施受俱尽，大概只有赤诚很赤诚的供养，没有分别心，那是施受俱尽。这里面再举一个故事，举一个故事哈。佛的姨母摩诃波舍婆提，世尊出生之后七天呢、他的母亲就往生了嘛，摩耶夫人。那所以他是由他的姨母摩诃波舍婆提养大的。那话说世尊呢、在半夜离开皇宫去修行，那这个姨母就非常非常的思念他。后来佛有回皇宫嘛，把这些堂兄弟等等都渡走了。那这个摩诃波舍波提这个姨母啊，他就非常思念佛陀，他就想说：你出家了，你当沙门，你是成佛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，觉悟的佛陀。因为一国国母当然有钱嘛，他就用金丝啊，金缕线，金丝像慢慢的一针一针的缝，缝一件金色的袈裟，他想要供养佛，他想要供养世尊。然后终于有一天呢，他看到这个世尊，他就跑去供养，然后。世尊跟他说，你这件袈裟我不接受，你去供养其他的大众生吧。那这个摩诃波舍波提，他说世尊啊，我看到你啊，我是非常的发欢喜，我见佛喜发心随，看到你，我的欢喜是从我的心，从我的骨髓里发出来的。你看那有赤诚吗？是不是很赤诚？我很赤诚呢，我这样来供养你这件袈裟，我有错吗？你为什么不接受？佛就跟他说：“乔檀弥，摩诃波舍波提的其他名字就叫乔檀弥。”他说：“乔檀弥，你哈、自守纺织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因为啊，我知母知道你是我的妈妈啦，她养母嘛，知母专心御用师我。”你就是有那个心想要布施供养我，然恩爱心福不宏广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恩爱的心，你的福不开不广，因为是杂染的。当时这个乔檀弥摩诃波舍波提，他在这里面苦苦的哀求世尊说：我每次都这样思念你，我在做了这件只是要告诉你，我是用我的心随，我这么赤诚的供养。咱听起来是不感觉哦，你是要很无情的呢，人家呢半暝开始煮一顿啊，你又讲不爱吃，可能是这样。那个是世尊他所教导的佛法不是这样。世尊说：若施众生祸福弥多，如果你能够以平等心来布施所有的僧众，你所获的福德才多。听这个，知道世尊要告诉我们什么吗？
懂哈、哦？我们一般都是有一种个别的关系法啦，尤其家眷，如果你家里有这种修行人，你怎么样都是先想到这个人，其他的啊不要再想。所以真正你懂得的人都希望众生能够平等。那像这种功德较量哦，这是当然福田，就种福田。世尊的理论不是我们众生以为的以为。我们真的要了解佛法就了解，太对了。世尊他说齁，在优婆塞戒经里面有讲，他说齁，如果若施畜生得百倍报，你今天布施给众畜生，那么你以后的会有一百倍的回馈。施破戒者得千倍报，有破戒的人呢，你还愿意布施给他，有一千倍的回报。我们一般会不会破戒的人会布施给他？因为知见。施持戒者得十万倍报，有持戒的人十万倍报。施外道离欲人得百万报。诶，怪怪的，为什么外道也要施他？因为外道可转内道。当时世尊的弟子都是外道，可是他一转就是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大迦舍，他只是一个概念问题。但是因为他是离欲，他虽然是外道，思想没有得证无上正等正觉，但是他离欲啊，是不是真实在修？再来，世尊又讲，施向道者得千亿报。施你向无上正等正觉这样在修行的人，得千亿报。施须陀洹得无量报，斯陀含得无量报，乃至成佛亦得无量报。因为这个无量就没有办法数。然后世尊有讲，我今为汝分别诸福田，故作是说。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说施这个有多少报，说多少报多少报多少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有差别心的，在众生有差别心，所以他用报这个字。你众生有差别心，我们是不是越亲近得福越多？因为你是用比较心来看啊，你用比较心来看，哦，这个有修有修，哎，爱供养这种人，莫供养那种人，是不是差别心？你没有读到平等的佛性。我们布施是有需要者，施有两种，一个是悲，一个是敬，等一下再解释。所以呢，因为希望你能够自心大慈悯心发射出来，专心恭敬来布施，专心恭敬来布施，总比你守着千令千贪来得好。这个是世尊说什么报什么报比较多，什么报什么报比较多，让你因为贪得福福报的关系，你会打开你千令的习气，这主作用在这里。而且众生有需求嘛，所以会布施是因为众生有需求。但是呢，另外还有一个故事，世尊又讲，我于契经中说，他又在别的经典里面讲，我施舍利弗，舍利弗亦施我。我今天有东西哦，舍利弗是他的弟子，我今天有东西布施给舍利弗，舍利弗也有一个东西布施给我。哦、然我得多，非舍利弗得福多。这个时候我得的福比较多，我布施给舍利弗得的福比较多，舍利弗布施给我得的比较少。我们一般正常来想，我们以刚刚的例子来想，今天加减乘除有点乱，逻辑概念有点乱。今天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布施给向道者等等等等得福多，那最后供养佛当然是无量报。
所以舍利佛供养世尊是不是应该无量报？应该福报很多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下供上啊？那我今天又拿东西布施给舍利佛，结果答案世尊是说我得的福多，因为舍利佛之会布施给世尊的时候，心中有施，心中有思想，他是他的导师。世尊来这个东西布施给舍利佛的时候，是平等看，所以这个就是从有为转无为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从有为转无为？那今天呢，有为转无为，也就是佛真实要教导弟子的是有为转无为这一块，不是强调有为的较量功德。有为较量功德的所有诸经的论述，都是说给初发心有较量功德有为心的人听的。真实你要进入无为去修的时候，佛要讲的是一个平等的概念，是一个平等的概念。所以呢，这个上面佛就再次的告诉弟子们，他不是告诉你布施谁谁谁的功德多，不是，其实就是一个善巧，是不是方便？这就是过程，最终的目的是要你启发清净的佛性，看到众生清净的佛性，而能够无为平等的去布施。今天有一只狗得了赖皮病拉痢，然后他需要营养不良，那今天有一个乞者老婆婆贫苦贫病，他需要物质，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布施？世尊所要教的是两者都要布施，他不是叫你择定人这样的意思，而且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心是平等的悲，对狗是悲，对老婆婆也是悲，那个悲是没有差异的。可是布施的物质是相应于狗跟相应于老婆婆不同，因为狗要吃骨头，老婆婆不能咬骨头，所以那物质上的差异不会影响他内心的那个悲。你可能布施给老婆婆的是一碗粥，而布施给狗的是他需要的食物。重点不是在这物质的差异，而是那个心念，它是一致性的，所以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那这个地方的悲跟敬，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布施它有两种不同的差别。悲是对众生，是不是下化？敬是对三宝，所谓悲是对贫苦。你的大慈大悲一定要涵盖看到众生的佛性。这种是一个真实的慈悲，你不是鄙夷他，你不是鄙夷他，你是看到他有需求，他有需要，可是他有佛性，你有佛性，你的心是跟他是在一起的。而这个三宝呢，你是以恭敬心，你不要说哦，这师父有够可怜，那么拿几百块来去给他，这个是悲三宝是错了。所谓的所有的出家人，他宁可不去赚世间财，然后要去这样的修行，这样的持戒，他不是自甘堕落，他不是自讨苦吃，他有他自己要的内容，这些不需要众生去怜悯，而是要恭敬。所以啊，悲是贫苦，敬是三宝。那个为什么世尊讲说，如果我们呢在布施能施之人，就是施给人家的人，有余智之别，所施之敬有悲敬之殊。如果我们有这种分别心的话，那么他当然就要分别较量给我们听。那最主要众世尊告诉我们，悲是甜烈而心盛，我们悲啊，我们慈悲要帮助众生布施给他的时候，这个众生的甜他是不是目前是没有开发的，他目前是一只狗或是一个老婆婆，
所以他没有转给你什么福田，但是你的心是不是心很殷切很柔软，这个时候受益的是谁？当然这个众生有，自己是不是启动这个慈悲心，是不是精神上面直接报了，物质上面的报暂且不提。所以悲是田烈而心盛，对不对？敬呢是田盛而心烈。敬，今天我们恭敬三宝，好，那我们向上恭敬。如果我们有所得心，如果还有所得心，这个师父跟我的关系，那么这个是属于田盛而心烈。这个出家师父接受了你的布施供养之后，没有错，长养法身慧命去度化众生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有所得的，是心烈，你只得到你以为的那个福报。所以如果